要带各位来一间厉害的餐厅，这是在疫情之后又很想要体验一下日本那种居酒屋的感觉。哎，重点是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放风的日子，因为两个小朋友在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说带着我的岳父岳母来体验一下这个日本的居酒屋。因为平常他们就是帮我们照顾阿土跟阿滚，想说来犒赏一下他们。因为今天特别的是，他们现在有一个方案叫做368啤酒喝到饱，所以就想过来体验一下不同的品牌的啤酒口味。他们除了369这个啤酒喝到饱，它里面有清酒，哎，我觉得清酒我超想试的。然后还有那个无酒精饮料，就是可尔必斯啊那些。其实这一间它是第二间的分店，那它的总店呢是位于信义区。对对。那信义区跟这一间的最大差别就是差在，它这一间是有购物，但是在信义区那一间是没有。其实我蛮想吃他们的串烧，因为我看他们串烧那个价格啊，其实看起来蛮平价的。讲这么久还没有介绍人家叫什么名字？松田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去 ，Let's go， 走。那进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风格都是呈现一个很日式的风格，你就是仿佛置身在日本的街道上面啊，是不是各位？然后再看到我的后方，这就是我刚刚一进来的门口，这个地方柜台，那这边就是。有吧台式，那桌上呢，各位有看到那个黑色的部分，黑色的部分就是电池，就是呢放那个火锅的部分。那它是几乎就是以四人桌的方式做的呈现，其实整体上动线来说是非常 OK， 非常好。里面就是有蛤蟆，然后炒虾，鲷鱼片，然后套 Q， 然后就是套 Q。 他说这是我们点那个鲜味综合锅的主餐，很久没有吃东西，我想吃一下这个平常他们在不能吃的东西。鸭血，我觉得是舒服的辣，我不太吃辣的，但我觉得它的辣可能可以接受。超难喝的，第一颗先犒赏我们辛苦的妈妈，第二颗要来犒赏我们辛苦的爸爸。游轮，游轮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游轮。哎，很可以啊，这个。今天东西有点多了哦。对啊。它在吧台的附近啊，就是会有佐料区，然后还有饮料自助区。其实我通常出来外面，我不会点海鲜锅，很少，除非大家腿阿滚。就是它的虾超大只，然后有三只嘛，就非常的新鲜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点一锅两个人吃，然后呢再点一些串烧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。今天偷偷点了一点清酒，觉得很 OK。因为还没有吃到串烧的部分，所以喝这个酒还没什么感觉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有没有？杂晃的生啤酒。大口呢。我刚刚就跟大家讲，我觉得这边那个什么王师傅，他就是一来呢，他会给你就是你的位置，然后呢这边有个 QR code， 你就拿那个手机扫 QR code， 你就看他们那个线上的菜单。那 QR code 超方便的，然后他台湾鸡蛋超大块。那那个菜单的部分。赤骨秋刀鱼跟明太子秋刀鱼，
就是什么炸中卷，中卷，嗯，就是我们在那个咸酥鸡摊买的那种，不一样，它的鲜度完全不同，真的。那我们吃吃看，因为它咬下去不会让你像橡皮筋一样咬不断，很容易一口就咬断，入口即化。其实今天这个分量啊，真的三到四个人吃会很刚好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你每一样都想吃到，想试试看的话，嗯，来这边还蛮适合的。但我们今天好像串烧点比较多。对，虽然它没有爆香，不过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像是半开放式的爆香，或是你们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居酒屋的感觉，那你们就可以坐在那个吧台上面。对。你要先吃明太子的吗？我最想先吃明太子。你看它的这个明太子中间还夹了一层起司。我就在居酒屋就是要吃串烧。它明太子是非常浓郁的，它跟秋刀鱼的明太子不一样。这个它有调和一些那个梅奶汁，然后中间夹了一层起司，很搭哎、欸。那个明太子在你嘴巴里面跳华尔兹啊！你可以吃吃看这个柚香。柚香大概是网络上大家最推荐的。它是柚皮的味道，你有没有喝过韩式那个柚子茶？不好意思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个是梅奶山药，明太子山药。这是蓝莓吧的最爱。这个也是一定要吃。香味，它上面有刺烧过，很贴心哎，它已经帮我们切好了。等一下我用手拿，好快哦！日本这个是山药中的经典，这是大家很推节瓜蒜，很有水分啊。它烤过之后，它的水分还保留在这个节瓜里面，那才叫厉害。来这里一定要点一下节瓜蒜。啊、生食级干贝，干贝很大颗哎、欸，来，那就给你示范，你有没有办法一口吃下去？吼、哦，嘴巴有多大？暂时无法说话。在我们吃完干贝的同时，我们的那个鳗鱼又来。它的干贝中间吃起来好像有点不是全熟，但因为它是生食级的，它其实是可以生吃。因为它如果烤太熟，它会 Q。我跟你说，一整口这样吃下来，好满足哦。回来吃鳗鱼。超大块的，它鳗鱼的肉真的很细，而且我听说今年那个鳗鱼很贵，它一份就将近是给半只。哎、欸，它有那个细翅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哎、欸，几乎没有翅、欸。它还有那个鳗鱼茶泡饭，但因为我们今天点超多东西的，所以我们后来改成那个泡鳗鱼甜点。它这个是那个花生口味的，也是来这边必点之一的甜食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抹茶口味的，嗯，好酷哦！你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抹吉加上那个抹茶粉的感觉。它抹茶粉是后劲，它里面抹就很软。那抹茶粉会苦吗？不会，抹茶粉是后面的一个后韵。可是很难想象它跟抹吉很搭。其实我刚开始我也觉得有点怪，因为通常我们都吃花生粉。对，因为它如果抹茶它太多的话，它会苦。所以它很贴心，它上面是抹茶粉加糖粉，所以吃起来就不会很奇怪。这个抹吉啊，咬下去外酥内软，而且它里面那抹吉不粘牙，就像是那个抹吉在你的嘴巴里面一条炭口一样。你今天就是想在嘴巴里面跳舞。大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松田直播，放在这里。还有两间店，一间店在新一区，另外一间店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林口店。但是我觉得那边是比较适合那种家庭朋友聚餐，尤其是家庭。其实我看到蛮多人带小孩子的。那整体用餐的环境就是非常明亮，然后舒服、干净，气氛佳，然后老板亲切。哎，那你刚刚接下来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那我们先以最一开头来讲好了，前菜、凉拌菜。没有意外，就是那个冰酿番茄。冰酿番茄，我也觉得那个很强，但我觉得芥末泡 Q 很推，因为它很新鲜。然后在锅物的话，牛肉跟海鲜，它的那个虾子，刚刚问的那个老板，因为我在拍好吃，他说那叫黑虎虾，它吃起来肉质非常扎实，炸物。然后鸡可能是大家必点的东西，嗯，我觉得炸物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斟酌一下。再来就是山药明太子，然后它就是外面烤过，然后呢上面炙烧过。我觉得喜欢吃明太子的，你可以考虑就是那个明太子中卷、明太子秋刀鱼、明太子山药。我觉得山药必点，但是秋刀鱼跟中卷我觉得可以二选一。串烧呢？串烧你喜欢哪一个？节瓜，节瓜不错。但如果今天你是喝酒的，我会建议你点烤杏鲍菇。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喝酒，我会建议你点那个节瓜，因为节瓜它水分多，但是
杏鲍菇它小颗，然后它比较重型一点点，是比较适合下酒菜。就是看你今天来这边是单纯吃饭，还是你是来喝一杯，你的那个点餐路线会不一样。那我还想再推荐一个山苦瓜，我来这边一定要点。它就是用那种金子冻饭那个酱料配料去炒它，我觉得它的山苦瓜超厉害。那你觉得今天吃下来，以 Google 的评分标准来说，它4.8颗星？实至名归。通常去吃居酒屋，价格通常都真的是比较偏高一点，也有可能是地段。但是因为它还有一间店在信义区，那我觉得以林口这个地区，然后呢，它的那个价格，我觉得是 CP 值蛮高的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那我会把联络资讯放在影片的下方，大家再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的可以记得按个喜欢、订阅，还有分享，好不好？记得订阅、订阅、订阅，再讲一次，很重要。一定要订阅起来，免费的订阅按一个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